Star 赛道的李梦琪到我面试间。老师好，我是李梦琪，今年21岁，来自江西。然后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难了。那你要演唱的歌是？我要演唱的歌曲是《特务 J》。玲玲姐加油！特务 J。哎，听着很像 Star 小骄傲的感觉。好难啊，这种。蔡依林呢？蔡依林。水喝了你的风味，像微笑是塞纳河面，深夜流星的音乐眼，梦正面我踏过什么远，泉水我来到美丽的姐姐马上开眼。完美特务宅冰冻全场焦点，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。甩头发哦，哇！他舞蹈很下功夫，哇！假，刚才给了你一枪，刚才。他眼神里有杀气吗？我觉得比感染力的话，我没有觉得他会超过我。完全有准备的一个表演，他一音乐一响，气场就全开了。Yeah. 那个反差也太大。对。今天这么多唱跳的，我是被他杀的最狠。